好的。各位教练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我是来自 SDT 娱乐的张馨韵。哎呦，大家也可以叫我张幸运。张，我要演唱的歌曲是《太阳》。太阳，美声是那个。太阳这首歌好好听。美声是那个。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特别会唱歌，也没有谁特别不会唱歌，只是谁会不会用音乐来表达自个儿的感情。对，我觉得你表达的感情过于成熟。我是学美声的，然后可能有一些习惯。其实我觉得你是懂得怎么样运用自己的声音的，包括你的真假音的转换，其实你做得挺好的，但是尾音稍微一丝就是老气，这种感觉啊，就我是这种感觉啊。好的，我会努力改进的。